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何子俊，我们面对现实吧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刚加入北极星的时候，处处针对你，但你一点都没怪我。当我面对九荣风波被同事们取笑的时候，你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说话的人。还有，当母女牵手系列出问题的时候。 你也一直支持我、包容我。我们是合作无间的同事，帮你是应该的。真的只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因为你也是森美的好朋友。可是这几个月相处下来，我发现我越来越欣赏你，我也越来越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还是先走吧。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不会再隐藏我对你的感情。 因为我喜欢你，曼柔，我知道我也明白你很爱小美，我也没有想过要破坏你们的婚姻，但是你有你逃避我的自由，我也有我爱你的权利，对吧？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不过我一定要把我的感受告诉你，因为我憋在心里真的是憋得很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们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。所以你是担心会对不起小美，所以才一直在避开我。那天晚上的事能不能？不能。